一起参加相聚阿门行三鞠躬礼，前到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翻开始相聚阿门行三鞠躬礼，前到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请讲师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转世瓦拉，转世瓦拉，坐下。
有一句话，其实咱迄句话咱时常拢爱听，就是六祖呢叫因的弟子来，就来伊讲，世人心地自在嘛，欲定终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自性若别，福何可求？我这句话讲出来，咱就你若接听接听啊，接看，每一个人的体会都无同款，啊，咱就很容易去融入了伊个经验内底，讲到底伊咧甲咱讲啥，是咱足简单就去会去意会啦。啊，所以每一个人的体会就是拢无同款。啊，所以我感觉讲，其实咱伫道场当中咧学习就对啦。哦，其实你若有针对一部经典咧甲研究咧甲看，就亲像这部《六祖大经》的。即相信咱大家拢看有啦，哦，无可能毋捌看，无可能看无个啦。只是咱无去接看，啊，咱无去接体会而已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着经这部《六祖大经》呢来学习。当然，这部经典呢，咱过去伫迄个咱父亲因家拢着有研究过啊，啊，甚至较早伫迄个老领人面遐吼嘛有记。有研究过啊，啊，所以即为虾米讲爱一而再，再而三来研究《六祖大经》？因为咱嘛是感觉讲，即《六祖大经》伊内底所写的文字比较较体合咱的中国人咧看看较有就对了。简单来讲讲，啊咧看看较有，虽然有当时啊意思，迄意会袂着，但是你若接看接看吼。人家讲话讲无嘛，会参人讲几句啊。哦，啊无你咧去新传道心呢？即内底是有足好个道理通去讲个啊。哦，像伊内底嘛，我甲恁讲，佛法在世间啊，不离世间，甲离世灭菩提，卡如云破甲。讲佛法是伫即个世间。你唔通伫这个世间外口咧走找佛法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迄、那个你若伫这个世间要走找佛法呢，就亲像要找一只兔啊游荒同款，要求迄个兔甲同款无当找啦。所以佛法呢，唔是伫足青山那来，佛法是伫这个日常生活当中，处处拢是佛法，啊，处处拢是道场。伊咧甲恁讲就是安尼尔，吼、哦。啊，你伫即个日常当中，你要怎去应用？这就是咱个人的体会跟智慧啦。哦，个人的体会跟智慧，你才会当显露出讲，哦，我到底是会当体悟偌济。啊，无其实呢，咱拢。佛咧甲咱讲诶，讲咱诶佛性拢平等，咱诶佛性拢平等，无上较老，也无上较下凡啊。啊，为虾米有诶人会看平等，很容易去弃入？啊，有诶就爱讲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伊较会弃入。当然，这是有当时爱讲咱微细所带来诶迄个福报无共款，啊智慧嘛。智慧应该是拢同款，只是有当时啊，算迄个智慧话是卡较深，啊话是卡较浅。我是感觉安尼啦，啊无咱智慧拢平等的。咱的既然佛甲咱讲，咱的佛性拢平等的嘛。啊佛性要平等的，就讲具备了佛的智正知正见。啊，就是讲为人看平等，感觉。较涩，啊，有个人咧看足简单，就是你，迄是咱个家己个障碍个关系啊。啊，你家己个障碍，你若无要去突破，要怎突破？真简单，靠学习尔。你若无来学习，你迄个障碍永远拢伫遐。你家己本身你无法度会当突破啦。啊，你家己个障碍，你若无去突破。你永远就是卡遐高，哦，你
你的自信袂当，你的智慧袂当由你的自信当中自自然然就流露出来啦。哦，啊，既然无法度主动，迄个自然会流露出来，咱就是经过透过学习尔，学习再学习，我感觉无第二条路，学习再学习。就是像咱胡杨明讲的，伊最爱听道理。虽然伊家己欠伊讲，我着迄个要讲呢，有较困难。但是我就是爱最爱坐伫即个椅仔咧听人咧讲。啊，为啥物伊安尼？伊感觉讲伊家己伊迄个障碍可能无法度去突破迄点。啊，所以着不断咧吸收，不断咧吸收。等下，伊吸收到有一个程度，伊自然，伊嘛会心转得清，就会向讲哦。我常嘛听查甫个伊个讲个即句话，无做讲即句话，但伊嘛是捡起来用啊，做好势啊。啊，为了等下问看卖，看是毋是有影，感觉世人心事事代，逆境只求福气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自心若迷，福何可求？即句真正好用。你若要心转着清，呾即句就好，着做好个心转啊！我感觉是安尼啊，因为一个人，人爱甲讲世间啥物代志上大，生死两件代志上大条命，阵个无办，无过啥物比生死搁较大条个嘛？哦，因为咱爱听讲迄落生。参死拢无重来的意思啦，哦，生参死拢一摆尔，无阁有第二摆啊。啊，无阁有第二摆的话，是毋是世间的代志多，剩这两件代志上大条尔？哦，啊，所以，我是感觉，其实咱若透过这个来学习，咱可能会对咱的生命当中，啥物较重要，啥物较无重要。你家己就会晓去拿呢，吼！你家己就会晓去拿呢。有当时啊，唔免，咱个前辈者来甲咱讲，你着主动，你着知影讲哦，啥物对你是较重要，啊，啥物会当轻重缓急呢？你家己就会晓拿呢啊！你个分寸你着会晓抓啊，吼！啊，所以呢，我着无讲介济啊，咱对咱个本分啊，本分是有呾对迄、那个。营养品，我爱营养品，互我先念一下吼。啊，台语若念了唔对呢，大家卡在做一个探讨啦吼。因为我嘛毋是讲解标准就对啦吼。讲时大师智宝林，小酒归翠树，衣冠了入山青书，出离声中大元师讲堂。为将开言说法，修行做处，气数官僚三十余人，儒宗学士三十余人，经年得宿一千余人，当时作礼，愿闻发言。哦，当然这段呢，是咧甲咱介绍讲哦，伊为什么要去？请迄个玉祖慧明大师来即、這个来即个大元师遮讲经说法。哦，因为知影咱知影讲迄阵拄仔好玉祖慧明大师呢，伫迄个西元，伊个讲西元661年就对啦，得到迄个五祖的心法。六百六十一年，得到迄个五祖的心愿，啊，得到五祖的心愿安怎？五祖就叫伊赶紧走嘛，啊，伊来走到迄个内人的内参人去拍打的教会，伫遐温顿了15天，啊，所以到伊的时间从到676一年。哦，拄啊到676年，即年呢，伊就感觉讲，我成秘密，那迄个六人队中的
啊，无法度去防范呢，嘛袂使啦。啊，所以伊着676年呢，伊着要行出来，对迄个大的猎人当中呢，着行出来。啊，行出来到迄、那个一个印宗法师，一个印宗法师，伫迄个大凡寺，万历华信寺。伫华信寺遐，啊，因为迄个故事呢，咱尾仔会去讲着，哦，迄个尾仔会去讲着，所以伊本来是伫华信寺遮哦，拄仔伫遐住一冬，因为迄、那个咱六祖慧能大师呢，行来即个印宗华信，印宗法师伫遐咧讲经的时阵呢，即卖迄个印，迄咱尾仔会讲一冬哦，啊，咱着。暂时卖讲了，因为伊就是对华信寺遮，啊，伫遐住一冬，住一冬了呢，伊就对迄、那个，对华信寺呢一直行，就怎啊带领一挂人呢，行来即个宝林寺，哦，对遐有大师至宝林寺的讲，对即个华信寺呢，伊就行来即、這个迄、那个宝林寺的第二。啊，迄、那个宝林寺呢，这是塑造哦，是500-502年，伫个西元502年，有一个制药三藏大师，就来伫遮，伫这个宝林寺讲，哎，遮以后吼，有一个肉身菩萨，就一包，甲迄个讲，遮个地理袂歹啦。啊！甲因遐个居民讲，哎，恁大家去一间佛寺，后界呢，则有一个肉身菩萨，有一个人会伫遮当经说法，会成就肉身菩萨。所以经过了170年，伊讲伊170年后哦，哦，这个三藏法师呢，一个制药法师。哦，得生预言啊，就对啦。得生预言讲，哎，170年以后，这个宝云寺遮呢，有一个高僧会来遮当经说法，会成就肉身菩萨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有人感觉，所以对迄、那个咱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对华信寺，就行来到这个宝云寺遮。哦，啊，所以伊遮讲迄个。十大师至宝莲寺，啊，讲当然这个十足重要，咱来讲这个十足重要啦。为什么讲这个十足重要？十呢，有当时来讲，哎，是时间，是时候，伊有真侪经解说啦吼，就亲像讲，哎。伊个解说讲，哎，就是迄基慧能大师来即个广华信寺，来到即个泽溪南华寺的时阵，那个时候的事。啊，是个基呢，迄、那个基即个微气树因去华南华寺要请，去迄个宝莲寺呢要请慧能大师的迄个时阵。啊，是讲慧能大师呢，受着因这微气树因恭请，啊，要答应迄个时阵。啊，是呢，慧能大师受着微气树因的邀请，啊，答应呢，做伙来这个大观寺讲经的迄个时。哦，迄个时候的时很重要，因为咱来讲讲一个法会，若要形成爱。因时、因地、因人、因物，你爱树因生性呢，较有法度成立一个发挥就对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时呢，嘛介重要。若无这个时呢，做开头，咱唔知讲哦，伊到底是啥物时阵邀请着六祖慧能大师，然后来这个
大凡十家当兵说法。所以呢，伊来即个大凡十家当兵说法，所以呢，你也看伊微气数知影即、這个，迄、那个，一个大师哦，大师等于讲会当予咱超生了死，会当予咱恢复本来面目的大师。嘿，这是大师哦。那无呢？这个大师呢，不是一般人会当讲称呼的，因为一般的禅宗的修行者拢叫做禅师而已。伊还未达到迄个大师的，伊若达到大师呢，我咧想应该是迄个有修为足好的迄个得道高僧，或是像咱六祖慧能呢？伊有得到五祖的心法，所以伊较有法度称为这是大师啊。因为伊会当直指人心，哦，直指人心，啊，互咱建筑本性。所以伊顿悟的法门呢，伊无共款就是伫遮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因大家拢知影讲慧能大师来到宝林啊，所以因遮有千外的人呢。共同来邀请慧能大师要来遮当庭说法，啊，这嘛是上好诶，甲咱印证。哦，伊一个大师要来遮当庭说法，毋是要讲互出家人听诶尔哦。哦，毋是要讲互因出家人听，伊遮包括着官僚做官，哦，伊为技术官僚来讲。参与做官，因为这個技术呢，就亲像迄什么监察意识就对了，算官那算足大个就对了。啊，所以伊嘛有足侪迄个同事啊，哦，所以伊就有三十几个咧做官的同事啊，哦，啊，儒中学士三十余人，就讲研究着儒家思想的，哦，研究儒家思想的。诶，一挂小道士嘛是来听这个慧能慧能大师咧讲经说法，啊，搁有精明道俗，拄啊迄个三教拢有，三教啊，搁迄个精俗，就是讲在家的技术嘛，在家的技术叫做俗嘛，所以你啊看，迄个时阵就甲咱提示讲。真正这个发挥要开呢，就是应咱即马，不管什么人要听都袂使，没有限定层次的这个人，哦，啊，咱本身咱像咱咧开发挥嘛是共款，哦，什么人拢会当来听，伊也无咧甲你限制嘛。哦，所以唔是讲干呐咱即卖啦，像你也看迄落佛教的电视台，伊嘛是讲开放，互足侪人去下当要对迄落修行学道有兴趣，有要了解啦，伊嘛是讲安尼咧讲经说法，哦，啊，所以即个模式的真过去就有，啊，咱去甲用来遮用的对啦。哦，所以呢，伊同时做伊练文化了，就是讲要来听这个，咱要做慧能大师呢，刚刚这个心法，这个顿悟的法门就对了。哦，所以呢，当然有当时啊，咱会去了解讲真侪物件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我搁来讲一个迄个小故事就对了，就亲像迄个佛经内底，咱世尊要归空以前，吼、哦，要归空以前呢，啊，因有一个弟子叫做阿兰嘛，吼、哦，阿兰就哭到足伤心的，就对啦。啊，讲唔甘这个佛陀呢，啊，咧就要来圆寂，就对啦。所以边个人呢，有一个叫做斯陀罗呢，就甲阿兰讲，阿兰，你唔当伤心啊啦。迄个，咱世尊哦，特别悟空啊，你唔着爱请教伊四件代志，较重要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阿兰呢，伊着请教咱佛陀，讲佛死了后呢，
应该以什么人为师？那么分的就甲讲，应该以戒律为师，啊，恁就爱打拼去实践，哦。分死了后，咱应该以善为师就对啦。啊，佛甲讲，咱爱以戒律为师，哦，以戒律为师就对啦。啊，第二讲，分死了后，应以何为主？就是讲，迄、那个佛那往生了后呢，咱要以何为主？咱的心应该自立对一业。较袂去偏错去啦，哦，那无的话，咱的心咧散乱足紧的哦，心咧散乱足紧的，所以伊的心咧，就是讲，咱爱以思念为主，试炼为自我。所以金刚经嘛有咧讲迄落云何应诸云何含乎其心嘛？我爱咱来应如是诸应如是含乎其心，啊，咱要怎如是去诸？哦，不甲咱讲，简单咱就是以数量为主，数量为主就是讲迄落观心不净，观修是苦，观心无常。啊，观法无我，所以唔通伫即个学即个迷信，唔通让咱的心伫迷信的路途上呢，啊咧迷茫茫渺渺，无以一个中心点为主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即个主嘛是一个中心点，咱袂使离开迄个中心点。啊，迄个中心点就是咱的心念，咱的心，咱的心伊。你看嘛，这个念就是今，一个今天的今嘛，啊一个心嘛，哦，你爱当下把握你那个心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啊，那个当下那个心，那么特会学习，咱唔知影要哪去做会了了，对啊，因为咱的心有当时啊吼，咱讲讲一下天堂，一下地狱嘛。你的心就亲像迄便宜安尼，走来走去，浮动，无法度会当安住迄粒心，无法度摄受迄粒心摄受会了。就亲像有当时啊，咱人虽然坐伫遮，但是咱的心有当时啊会飘，唔知飘去倒去，咱唔知。哦，咱无法度迄个心会当摄受安住你当下。所以你要以数量为主，哦。那么第三点是讲，佛死了后呢，对不坏的地主呢，咱要安怎去处置就对了，咱要安怎去对待因就对了。那么佛解讲，咱爱莫变，就是讲咱点点卖插伊，哦，对无守规矩的，还是伊。言行、思想、行为无好诶，咱就卖参与就好。哦，所以呢，家己修好好上重要。所以咱闻到坛主师兄有当时啊，伊个口头禅，毋是讲口头禅，伊咧甲咱讲讲，你爱咧讲是非啊，我卖讲啊，迄参咱家己个生死无关系。我想想嘛，袂晓呢。你听咱咧讲是非，啥物个生死敢有关系？你加放一寡粪扫伫你个生活内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我有当时啊嘛，做无爱去听一寡有诶无诶啊。因为迄参咱个生死真正无关系啊。你管别人怎么样？上重要个就是家己顾好就好。你若家己顾好，安尼你咧行着足自然。哦，你会行足自然啦。哦，那么第四点是讲，经典的开始呢，要以啥物为开头语？那佛甲讲如是我闻嘛，哦，如是我闻，哦，如是我闻就讲，迄个如是呢，迄个如是嘛是咧甲咱讲到着咱迄个自性。哦，
就讲你爱用迄个自信来听法语，你爱用迄个真正迄个自信呢，来迄个亲眼着真理。所以迄个如是就讲，你要当下知道你那个自信是本来清净无染的。你若用迄个心，若安尼你不管呢，不管你咧听道理，还是咧为人处事，你都袂离开宗门。所以迄个如是我闻就讲，咱咧当下用咱迄个清净的本性呢。去听到你，那安尼，咱迄个，咱拄仔讲的，咱迄个自信的智慧呢，它会自动生出了妙智慧啊！会自动生出了妙智慧嘞。那无的话，咱拢一般障碍，甲咱障碍掉的啊！所以参伊咱拄仔讲这时，就是咧讲迄个重要。那个当下那种时的第二，就是嘛是咧，甲你讲，有当时啊，咱求道的重点是对，你平时甲你点起咧，当下那个那当下点下去那一个一刹那之间，嘛是咧甲你讲迄个时哦，我迄个时有够重要，对咱有够重要的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无法度先简单讲到遮。啊，搁有话来讲，迄个咱遮讲咱佛有十个佛号，十个佛号，咱有当时吼，伫咧修行学的过程当中，咱嘛毋知影讲佛呢有十个尊称就对了。啊，何况呢讲出来，咱大家做参考。第一。佛的第一个名称叫做如来，如来就是讲，咱每一个人呢，拢有迄个真正的佛性，会当来成就着正定正觉。迄个如来就是讲，咱的面拢清，咱每一个人的面就是拢成就如来佛嘛，这个如来佛嘛，所以这第一个嘛，第二个呢叫做应供，第二个叫做应供。应供呢，伊就是要让咱断尽见思一切的烦恼，正得无为的真道。能得人天供养的圣者，伊就是讲，你会当断除了一切的烦恼，那么会当得到所有今天的供养，所以叫做应供。那么第三个叫做正遍知。正遍知呢，就讲佛呢具备了一切的智慧，既然呢悟到所谓人事物的一寡道理呢，还是心呢的一切烦呢，无一项伊唔知影，无一项伊无去了解，所以正遍知就讲悟到一切的。诶，一寡法门呢，佛拢具备了智慧，伊会当去清楚了解，所以伊才叫做正遍知。那么第四呢，叫做明心定。那么明心定呢，就是讲明呢，就是会当明白了咱迄个本性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明呢，伊会当用戒定慧的功夫呢，来圆满具足了一切，所以佛呢叫做明心定。
哦，伊具备了咱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嘛。哦，伊具备了无上正等正觉，啊，佫会晓用迄个妙智慧呢，来圆满着戒定慧，哦，来圆满着戒定慧，所以叫做明心定。那么第五个呢，叫做善事。那么善事呢，就是讲，分呢具备了妙智无形，所以来去作自如，所以来去作自如，也是讲分呢已经达到了凡，会当进。证得佛果啊，所以伊唔免伫生死当中伫在咧轮回，所以叫做显世，哦，所以叫做显世。那么第二呢，叫做世间界，世间界，世间界就对了。世间界呢，也是咧甲你讲，分呢，伊家庭圆满，互相正定正觉的地位，要来度化着咱兄弟姊妹。所以世间一切的代志呢，伊拢完全了解，所以它叫做世间界，世间界就对了。就是讲，一切世间所有的，人家讲的讲烦恼啦。痛苦啦，忧愁啦，啥物代志呢？我拢知影，啊，伊拢有方法来对治啊。所以咱时常来讲讲，佛为啥物爱讲经四万八千个法门？伊就是要来对治着咱众生有四万八千个毛病嘛。八万四千。哦。八万。所以这拢咱时常来讲，啊，所以呢，佛伊另外一个。清和叫做世间解、那么第七呢叫做调御大夫。调御大夫呢，就是讲，咱分呢要安怎来调服着众生的毛病就对啦，就亲像一个医生，伊咧看病，伊对着病人呢，拢有对症下药嘛。所以伊知影讲，即个众生患着啥物病，啊，伊就会当甲调好势。所以叫做调理大夫，就亲像一个大夫同款，伊会当医众生的病，当然毋是迄个肉体的病。伊个医个呢，是咱心灵上的病，所以伊有一个称号叫调御大夫嘛。啊，咱众生未当达到天无尽无境界，就是咱的心拢有毛病啊，咱的心出毛病啊。啊，所以心出毛病呢，毋是肉体的毛病嘛，就是心的心病嘛。啊，所以人讲迄心病爱有心药人医嘛。所以呢。有一个称号叫调御大夫，那么第九个呢叫做第八个叫做无上士。无上士呢，就是讲佛已经达到最上的无上的士大夫啊，就对啦，无上的士大夫就对啦。所以呢，无个比佛会当佫较观赞处的，所以伊有一个称号叫做无上士。那么第九个叫做天人师嘛，为什么叫做天人师？咱知影讲佛呢，咧讲经说法。当然是伫这个世间咧讲法，但是伊有一间，伊有一间吼，
走去到迄个任立天。刀。无迄，无流泪啊！无流泪，伊干呐一届去任立天，咧讲经讲经说法呢，予伊往生的妈妈咧听。伊妈妈往生了来去伫即个刀立天，啊，所以伫刀立天的天神啦、啊，天神啦、啊，啊是迄、那个。什么神佛？我唔知，伊讲是天神，要听到佛讲经说法呢，足困难的。因为拄啊，干那迄摆佛呢证悟了呢，去这个道立天讲经说法，给伊妈妈听，干那迄摆尔。啊，所以出的时间拢伫这个咱这个人世间咧讲经说法。哦，所以伊有一个名称叫做天人师嘛。就亲像咱后壁迄个后壁六祖明来说，伊五祖嘛讲过一句话啊，迄个摄住本心，建住本性。不摄本心，学法无益嘛。若摄住本心，建住本性，即名丈夫天人师佛。会予我感觉读《六祖大经》的真正有当时啊，咱会迄个拄起来三字有啊来教，真正袂歹。啊，所以伊嘛是甲咱讲着重点呢，不摄本心，学法无益。咱干记一遍就好啊。真正呢，不摄本心，学法无益。你若无摄住本心，你若无去看到、认识到你的。本来迄粒心是啥物？你搁学偌济番的，对你无啥物帮助。三教九流还是顺流动静，想做啥物，迄拢是外道。重点来讲，咱爱摄住本心。你家己迄粒心的，你爱足清楚、足了解。那安尼，你就袂去外口攀缘一寡。无必要诶物件，当然有当时啊，伫人事诶过程当中，当然有当时啊，咱若拄着代志讲，迄个人力不足呢，求天助啦。当然咱会去求，但是求我去解决就好。有当时啊，毋通伤迷信，我感觉是安尼啦。因为有当时啊，咱伫即个人世间拄着代志足济。啊，足济事情有当时在安讲，人力不足，啊，着求天助嘛。啊，求天助，你着是去一寡求看会当解决一寡咱无法度去想着，也是无法度去解决的问题。但是，若代志解决着好，你毋通想执着去迷信着对啦。我是感觉安尼，啊，所以这是第九个天人师嘛。啊，第十个叫做佛佛世尊嘛，哦，所以佛世尊的佛呢，是为咱十法界当中的上悬的啊，哦，十法界叫做佛嘛、菩萨嘛、辟支佛嘛、阿罗汉嘛，这是四圣地嘛，啊，所以佛啊，为什么讲这边，我来去了解讲哦，到底咱有当时啊一寡术语。是到底是安怎？哦，有阵时啊，四圣地就是讲已经唔免阁落入轮回内底啊。虽然阿罗汉是上低，但是伊，阿罗汉就是讲家己修家己的，哦，咱讲罗汉卡，伊为着家己尔，伊要欲度化众生，所以伊就叫做阿罗汉。哎，伊阿罗汉呢，咱讲讲四圣地伊得。无落入即个六道轮回当中啊！哦啊，所以六道就是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。哦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一寡名词呢，咱若咧学的过程当中呢，咱有当时啊爱小可去认识一下。
食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佛世尊就是上悬的境界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是咱过去佛伊有十个圣号，哦，伊有十个圣号，啊，互咱去了解一下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着报告社会时间吼，啊，也歹势。大师各种法，吼、哦，善知识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诸心得了成佛。善知识，请听慧能因由得法事。吼、哦，当然，迄个咱这个时阵就是讲，伊已经迄个成就起来啊，吼，啊，要来开始迄个讲经说法，所以开头各讲各各家。因这大众讲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诸心得了成佛。六祖坛经呢，七十六字，你若有深深体会了解，其实伊的重点就是伫七十六字尔。哦，所以七十六字呢，咱时常爱会晓记伫心肝内。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诸心得了成佛。吼、哦，伊的重点在七十六字，所以伊开宗明义，明义就甲伊直接就甲伊讲啊，吼、哦，直接就甲伊讲啊，吼，无讲无自头伊来讲，讲到尾较重点讲出来。伊从开宗明义边，伊就甲伊讲菩提自性，啥物叫做菩提自性？嘛就是讲。咱每一个人拢富有的一个自信心，咱每一个人拢富有的妙智慧。哦，那么迄个妙智慧、迄、那个自信心、迄、那个灵性、迄、那个良心，本来就是清清净净的啊。本来清净，就是原本就是拢无污染的，足清气的。哦。伊无受到啥物人的影响，但是咱去甲回想起来，就亲像咱我后摆讲个，咱每一个人的佛性，既然具有了佛性平等，咱参佛的智慧平等啊，啊为啥物咱无法度对一如果人对一件代志，为啥物咱的体悟有当时啊会慢人一步？有当时会万难不落步，就是咱迄个本菩提自性有去予卡了真济尘埃嘛，哦，欲七情欲卡了伤重嘛，啊是咱的品性卡了伤重嘛，咱的习气卡了伤重嘛，哦，啊无法度达到真正会当讲。真光明，真黄灼灼，黄灼灼，所以爱透过着但用诸心，哦，既然咱的自性卡了遐济惊人就对啦，啊，你要安怎把这个惊人扫除无掉？有当时啊，爱照着外缘呐。就亲像有当时啊，像今仔日哦，下早啊，着日头遐尔啊炎，遐尔啊好啊。但是到下晡的乌云炸起啊，乌云炸伫即个太阳的下骹，咱着感觉讲啊，今仔日太乌阴天。啊，敢有日头？有啊，有日头啊。哦，有日头啊，只是去予乌云给炸的。啊，乌云炸的要安怎？第一，就是爱靠着外力，风飞来，迄乌云若甲扫互走，
日头迄个光明光亮，伊就自然照落来嘛。啊，咱迄个菩提就是，就参即个太阳同款，本来就是遐尔啊光的，遐尔啊光，遐尔啊光明，遐尔啊清净的物件。哦，啊，所以你爱靠透过着咱迄个淡用初心，咱迄个心，你爱用方法，要哪去甲伊改变？哦，要哪去甲伊改变？要哪去甲伊扫除？啊，有当时啊，这个淡用初心当然是重点。哦，你要哪用着心，还是错用心，还是用错心？重点就是伫遮。你若用唔着心，就是咱找无着方法嘛。你若错用心，你就是迷，伊就模模渺渺，找无着，找无着路嘛。哦，啊，所以伊这但用初心嘛，是咧甲咱讲讲，今仔日其实咱求着道，哦，重点就讲，咱求着道，咱知影讲，咱有一个自性。唔是依咱这个肉体咧做主，其实咱的用错心，就是讲咱依咱这个肉体咧做主，咱依咱的意识咧做主。今仔日咱若无用咱这个意识咧做主，无用咱这个肉体咧做主的话，咱就会用错心啦。哦，咱就会用咱迄个自信、迄个光明的心咧。来咧做代志，啊来咧下功夫，哦，既然用迄个心咧做代志，用功夫的话，那安尼要达到成分就无困难。我有啥物来讲？因为像咱，我感受到，哎，像咱今仔日有要开这个叫做读经班，哦，但是有个人伊就有法度来遮。啊，但是有个人呢，伊就会讲，哦，啊，我着有代志，袂当参与，啊，是无时间，袂当参与。其实，你要透过着这个班主，要来扫除着这個，真正爱你靠你的智慧啦。啊，毋是讲这个，咱说这个班，着一定会安怎都安怎。其实，嘛是要予咱去学习的一个。啊！你无透过着学习的话，你感觉你永远拢要对经典无认识吗？我是感觉讲，安尼的话，咱伫要安怎真正的过程当中，其实透过经典的了解，虽然讲有当时啊，咱即世的智慧有法度达到佛的智慧、菩萨的智慧。阿罗汉的地位，最起码咱伫这渐渐咧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无咱嘛来为后世准备一寡资料。今仔日你会去研究着六祖堂经，相信你后世就对六祖堂经呢更加有兴趣。就亲像有当时啊，咱时常咧讲哦，啊，伊对数学。太会遐教就对啦，啊有白白一班的囡仔，啊有当时啊，大家数学太会遐教，吼，有当时啊，咱会讲啊，伊真，即种伊真是切，伊真是出来的，哎，有当时啊，咱若回想嘛是有影的，人伊用几啊世，毋知有填了偌济资料，啊来用即些来应用的，吼，啊所以我感觉咧看经典就是咧储备咱。自信的资料啦，我阿要互咱去应用的嘛。其实日常生活当中，足济咱无法度解决的问题，也是咱困扰的问题、烦恼的问题，往往伫这个经典当中，你若要食饭，你家己会去突破。哦，有当时啊，一粒石头甲你顶伫头前，你要安怎想办法，甲这粒石头搬走？唔是讲石头顶面只，我就无爱过，我回头搁洗完头。啊是石头顶面只已经甲你砸着路啊，你要硬闪过，
这粒石头你若无甲搬走，永远伫遐，永远是因为你心的障碍，永远是阻碍着你。这是互我的感受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拄到一寡瓶颈来的，还是困难来，咱如果本身若无有迄个地位去甲伊突破，我们永远就是停留在那个阶段啦。哦，啊，那个阶段就是有当时啊，咱会感觉有啊，我这份工嘛有咧提，工课我嘛有咧做，啊，其实那个都是福报而已。所以咱一个人才的对，福报嘛爱做，但是地位咱嘛爱增加。啊，这经典就是要互咱增加地位的。若无的话，你地位，唔是讲地位啦，要安怎福慧双修？福慧双修就讲，你袂使重福啊轻慧，你嘛袂使重慧啊轻福，你两个一定要平行嘛。就亲像咱咧卡，咱迄个傅杰明常咧讲，讲咱爱两足尊。就是福跟慧，你要平行并重嘛。咱你像咱个脚同款，两只脚咧平平咧行，加足好行嘛。啊，你若有一脚去互崴着，啊是有一脚去互故障去，啊你要行就较歹行嘛。这是一定的道理嘛。啊，所以你这福慧双修同内底话，咱一定迄个心爱用。对经验一定爱，卖讲很深入的了解，但是你起码这六祖坛经，你也吃看，你也吃看，相信咱每一个人的地位，也是你处理代志，你会更加圆融，你会更加有地位，你会更加对人对事的态度，你会改变。哦，这是咱学经验，要互咱应用于日常生活当中的，当然咱不是学经典，一定爱讲哦，徛伫足悬时，足悬的，为阿要讲互人听，其实拢要讲互家己听，阿要讲互家己去做的尔。咱讲道理，不是要讲互别人去做的。一方面，咱爱反观，就讲哦，我讲这個、我有哪是爱照这個、去做啦，哦，就无啦，人若讲。若要讲方做，人家讲啊，讲的吼，惊死人啊笑的，做的笑死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伫这应用当中，咱的有当时啊，咱若有时间，家己沉淀下来啊，想看卖啊，咱对着代志，伊的处理态度是不是圆融啊？我咱为人处事对伊有缺点，咱需要改进。这是咱学经典最大的目的嘛？啊，无你学经典要创啊？就是要改变自己，要改变命运，让咱的福慧双修会当同时进行嘛。啊，后壁来讲，咱迄个六祖慧能大师呢，伊对头到尾的迄、那个求道过程、学道过程。啊，悟道的过程，有咱后壁林刚的，咱地藏的师傅跟来吼，较正林老师呢来讲解，互咱了解，啊，互我个简单过去到遮啦吼，啊，咱顶日先学真很多，吼啊，后壁咱来听咱的，后面有两日嘛是黄两日的，嗯，过来做一个新的分享，吼啊，报告不足的所在呢。那么咱注定阿拉命的，咱各位这些人员们都得把握一下。你别光看电脑了。你这是哪样？